戏即将开始，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第一组的小蜜蜂宝宝们，来招个手吧。我们的游戏规则是，当我说开始的时候，宝宝先从妈妈的身边出发，沿着直线往前爬，爬到爸爸的身边，爸爸要帮着宝宝掉个头，再让宝宝折返回来。我们要看谁家的宝宝速度最快，当然折返的次数最多的宝宝更容易获得冠军哦。准备好，那每个爸爸都拿了一根绳哈，上面都挂着他们家宝宝最喜欢的东西，预备开始。好，我们后面有五位裁判，现在已经开始让宝宝开始爬了。我们可以看到那小宝宝爬得真好啊，哎呀，我们尤其看一号宝宝现在喜欢二号爸爸的这个玩具，看来这个球比较吸引人。来，我们再来看看最里赛道的五号宝宝，爸爸在前面绑了一个手机，原来手机是他的最爱。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最先爬到爸爸身边的是二号宝宝，一号宝宝呢现在有点纳闷，说我喜欢的那个球怎么不见了，你爬我这儿来了。四号宝宝，看你爸爸拴了一个大瓜，我的天哪，这么大的一个瓜，现在各显其招啊。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二号宝宝现在要折返了，在折返的途中又看到了别人家的玩具，二号宝宝往前爬，要爬回到妈妈身边呀。第七，好，我们看四号宝宝现在往回爬了，快来，四号宝宝来，拿这个，要不要？小妈妈，我们来看三号蜜蜂宝宝，刚才一直淡定的在玩游戏啊，现在就坐在地上不可动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一号宝宝哈，这个一直在原地不动，爸爸现在已经把香蕉打开了，自己一边吃一边在馋自己的宝宝。靠美食来进行诱惑。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三号宝宝终于发现了那个球，爸爸不太感兴趣，被五号的宝宝看到了，五号的宝宝喜欢三号爸爸的球。啊，三号宝宝看到小球了啊，发现球跑了又开始哭鼻子。好，时间到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年龄段的宝宝因为实在是太小了，刚刚学会爬，所以我觉得能够从起点爬向爸爸就很不容易了啊！我们要请裁判赶紧记一下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三号小蜜蜂现在就是对各种各样的球比较感兴趣。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组宝宝们的表现。第二组我们要看看哪个宝宝爬得快，先来认识一下我们这六位可爱的小西瓜，欢迎你们。好，我们也可以看到爸爸逗引宝宝的这个东西呢，也是各自有各自的特色，还有拴着小音响的，太有意思了啊，爸爸这帽子也都挺特别的。我们就要看看哪家的宝宝爬得最快了，预备开始。好，六位裁判现在可以开始计时了啊，我们先要让宝宝呢看着你们逗引的这个玩具产生兴趣。我们现在看到最有意思的现象哈，这一号宝宝呢现在特别特别喜欢他们家遥控器啊，看来爸爸妈妈选择的这个东西呢是小朋友们非常感兴趣的。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基本上已经弄成一团了。好，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二号宝宝爬着爬着就跑到三号赛道了，他好喜欢三号爸爸准备的这个小音响啊。四号宝宝好像又特别特别喜欢五号家庭的这个玩具哈，啊，五号宝宝现在看到了他这个玩具了，继续往前爬。好，现在三号爸爸为二号宝宝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二号爸爸非常欣慰的拍了拍三号爸爸的肩膀，哥们儿谢谢了。谢谢三号爸爸啊，好的，哎呀亲一口，哎呦太棒了。太有爱了，太有爱了啊。好，我们一号宝宝也爬过去了，太棒了。
下折返了啊。三号爸爸已经彻底把他们家的小音响让给了二号宝宝。三号宝宝，你是不是会喜欢二号家庭的玩具呢？好，现在四号宝宝也开始折返了，是吧？四号宝宝已经爬过去了。好，二号宝宝，二号宝宝，你就要折返成功啦！二号宝宝又看上了一号家庭的小铃铛。宝宝，看你们家的大闹，来！这都已经乱了。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四号宝宝先爬得好好啊！四号宝宝加油！小西瓜，哎，刚表扬你两句，给个面子啊，继续爬两下呀。宝宝，看你们家的球球，哎，拿着小球球来，快来拿这个，拿这个。好，时间到，看来我们这个七巧板能够让各家的玩具共享哈。好啦，那接下来我们让小西瓜宝宝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三组宝宝们的表现。好，第三组宝宝看谁爬得快，我们先请可爱的小瓢虫们集体亮个相。六个小瓢虫宝宝哈，我说开始的时候就要使劲往前爬哦，准备好。好，预备，开始。看到这个逗引宝宝的这个东西也都非常有意思啊，有鼠标啊，矿泉水瓶儿。哎，我们看到五号瓢虫宝宝爬得好快。五号瓢虫宝宝看上了六号爸爸的绳儿，我们再来看六号瓢虫宝宝现在看上的是一块手表啊，他们家居然用一个手表在逗引宝宝。这个，来，现在五号宝宝跟六号宝宝排成了一条直线啊，就喜欢那根绳儿，加油宝宝。可以看到一号宝宝这也开始啃食了啊，觉得食儿比较好吃。那这时候不能使劲蹬啊，因为要小心他的牙。哎，还蹬的是二号爸爸家的食儿。好，现在又看上了三号爸爸家的食儿。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五号爸爸又为六号宝宝做出了贡献，他看上六五号爸爸的食儿。可以折返了，可以折返啊！好，太棒了，可以折返了啊！怎么回事呀？他在想我看上的这个东西去哪了？宝宝在这儿呢，那我觉得五号爸爸跟六号爸爸现在可以把手里的这个逗引小朋友的玩具调换一下。你看，这五号小朋友喜欢六号家庭的那块手表，六号小朋友就喜欢他们家那瓶子。给你瓶子，让你爸爸给要来了，不哭了，给你了。拿这个，拿这个来，拿着，到前面来。一号宝宝，一号宝宝开始往前爬了，爸爸眼镜都摘下来了，容易吗？平时不让拿的，这回都直接摘下来了。好，好，开始爬了啊！一号宝宝，我们竖着爬，不是横着爬。我们这一组小朋友特别有意思，大家可以看到啊，二三四号的瓢虫宝宝基本原地不动，今天他们就是来我们节目里晒太阳的啊。剩下的几位宝宝呢也比较可爱，尤其是五号跟六号宝宝哈，这要感谢五号爸爸跟六号爸爸，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俩这玩具啊分别吸引了这个不同家庭的孩子，但是都在做着辛苦的努力啊。好了，不哭了，这给你啊，拿着拿着玩吧。好，那我们这第一轮的游戏已经全部结束了，我们一起来看看究竟有哪十二个宝宝可以进入到第二轮的游戏呢？进入到第二轮游戏的宝宝是蜜蜂队的一号宝宝、蜜蜂队的二号宝宝、蜜蜂队的四号宝宝、蜜蜂队的五号宝宝、西瓜队的二号宝宝、西瓜队的三号宝宝、西瓜队的四
号宝宝，青蛙队的五号宝宝，青蛙队的六号宝宝，还有瓢虫队的一号宝宝，瓢